可是我觉得是不可能，因为你看确诊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会领得到？不会兑现。确诊人这么多，如果兑现的话，基隆就没有拆件了。基隆市民喊不可能的，就是谢国梁选前开出的证件，染疫慰问金10000元，这是继送 Go Girl 政策要花15亿以后，再被质疑能否实现的。因为说确诊给10000，死亡30万，可回溯。那以中央公布数据，基隆目前累计15万多人染疫，每个人都发10000，那得有153700多万的预算，钱哪里来？你要是没有实现这张支票，那下次我们就会衡量了。你看他当初打那个证件出来，结果选后之后又换另外一种说法，那现在确诊的这个慰问金会不会也像 GoGo 楼一样？谢国梁之政策，连有确诊过的基隆市民都提出质疑，因为以基隆2023年总预算196.3亿，不管是电动机车还是染疫慰问金的政策，任一项都占总预算超过10%。他的证件来说，大概要花15亿元。我想对基隆市的财政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担。请问这么大一笔支出，是否会排挤到其他未来即将要进行的市政预算？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梁没有再针对这争议回应，但基隆市民真的想知道，染疫慰问金10000元的政策，当初布条挂得这么显眼，现在当选了，是否有思考过真能兑现吗？三立新闻林俊华、赖碧香，基隆报道。